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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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oh, ，对，那我们这次的话有个 Thomas 时间，就来看一下喽 ，Let's go。这次来台中港算是还不错的环境，友善垂钓他们推广了非常成功。像我们这次要办临时证，那他们也可以办年卡。那进来之前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都会填写一个蛮有意义的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都是勾勾勾勾勾勾勾，仔细每个看。那像我刚刚已经大约看了一下，主要是以安全啦，港内的钓竿线两只，人头的那些什么的，对，然后禁止打洞啊。我知道有一些人要做架竿。那其实你这样一直叮叮叮叮，万一整个铁棒断掉，受不了。这不是这样吗？这个我们等一下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去做填写，对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攻略来帮我们操作示范这样子。然后最重要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这个已经够明显的，防滑鞋跟救生衣一定要准备好。对，这样是才是一个标准的装备，为了自己的安全。好，我们颁奖典礼，自带 BGM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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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本来我听我问儿子要送几个，他说一个就好。送了本事吗？是啊。那怎么这样？然后后来我想说，这样怕留不够分，这个是卷仔，卷仔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最新飞扁。哦，是飞扁的哦，你的塞班。对，成名塞班。最后一个就鬼头刀，鬼头刀，哇，真是感谢托马斯。对啊，原来就是这样，接巴丁元下巴，对吧？暗炮魂，期待了暗炮魂。哇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今天目标鱼就是希望你们中鱼，然后用这个练一下。目标鱼就是刺龟跟欧多拜嘛，欧多拜刚刚已经起只了嘛，超厉害。不用很厉害，他来咬的时候你就往上抓，就起来了。一定要用抓的，我们认真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认真钓一下。飞目标鱼，看能不能拉机尾。先用青鳍来开个弧，这应该很快就会有了。来了一只青鳍，好了，我要量尺寸了。我现在来记录一下鱼的长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上传到这个海洋保育网里面的垂钓回报。现在在台中港北堤嘛，所以在提岸钓。那时间呢，就今天到6月2号。OK， 二号。OK， 有三个人在台中市。然后他会。如果你开我们的定位的话，它自动会有你经纬度。照片上传，那就刚才我们拍照的那张照片上传。完成。没看到一些其他照片是不是？是直接打这个。清晰。有这个，我都买两种哎。学名。不是，它有两种清晰哎。哎，真的哎。我们这应该是扁鹤尖。刚才是65公分嘛。65公分，一围。好，名字的部分。好，手机各支，然后在这边打勾勾，然后再按回报就好了。在龙眼，他们都不会打这个动作，也就是给我们台胞数，然后他们会归打，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季节有什么鱼，然后体型大小，让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改善，然后呢，永久的保续我们的海洋资源，然后希望大家呢一起把它推广出去。谁着急停？看到没有？这边就是最著名的小蜜蜂，安迪爱霞。阿伯家有啥物好啉呢？啊，你看你做啥物款呢？古仔的足出名的。我有2罐草茶。一罐偌济？40。OK。哦，他们这边最有名的茶茶，阿伯用的，清淡茶。我另外买。
你给自己打几分？这个茶，让电鱼改应该是100分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哇，你看完了。清凉解渴，100分，阿贝，谢谢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哇，看到没有，阿贝自己做的清凉解渴，来换梨子喝喝看看。我们说是夏天了，好凉爽哦，超舒服的。你知道，就像在火炉中获得冰块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赞。阿玛斯第九只。这只大，不愧会是我们的鸡王。他说太丢脸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来台中强调新奇就是大只就对了，没新奇师傅。你只钓一只，他钓几只？他在九只。新奇师傅真是不一样。快点！大傻！我们先拍照，赶紧先拍照，赶紧拍照，拍照。上。量完长度，拍完照了，可以让他回家喽。OK， 拜拜，琪琪。希望他明年能长到米级的。好。来，哇，第十只呢？那就让我们来祝我们跟哈马斯今天的斗鱼十全十美。哇！有什么惊喜的问题的话，提到哈马斯频道问他就可以了。希望不要是星期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难道是？难道？啊，有别的？这什么啊？好小啊！这什么啊？好！鸡龟！鸡龟！哎，不是，这是那个啦，给退吧。哇哦！给退吧！给退！给吧！八！两次！走喽！给！ OK， 又到了小蜜蜂时间了。翻时间对，这边就肉粽而已嘛。那个有东泉辣椒酱吗？要甜辣椒。我不要，你们要辣椒，甜辣椒。要。你可以啊，看谁要的。要。啊，你不要来，我不要。看你。到这了 ，OK， 我来给他们四个镜头。我告诉你，我过来是我们的亲戚导师。亲戚啊，那大只的。哦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什么人钓什么 size 啦？来啊！来啊！飞哦飞哦飞哦！阿嘎巴嘎啦！这边没有下去了。OK， 刚刚有解钩，其实这个才最厉害，用这样子的方式解钩，厉害！不愧是我们的星级导师，可以。想学更多的星级吗？当暗抛魂。有了有了，终于！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